这个是贝壳来的，这个不让我们拿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倒点盐进去吐沙。这个没有沙的。没有沙子啊。水不用太多，刚好腌过螺就行，吐上一个小时就 OK 了。再准备一些配菜，洋葱切块，大蒜切碎，先放一些洋葱垫底，再倒进提前浸泡好的粉丝，再把螺放进去，在上面撒上一些蒜蓉，再放一些酱油，盖上锅盖，直接煮开就可以吃了。太满了，刚煮开，这个锅盖都给顶起来了。哦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哇 ，OK 了 ，OK 了，这个大的也熟了，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粉，哇，好多这个汤，这个汤，这个汤很好喝的哦。先夹螺给你吧，夹螺，夹一些粉。哇，好的呢，啊？刚挖回来的螺，特别的新鲜，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。等一个，石头布，然后来吧，谁赢了谁去拿，谁输？你可是瞪着我，我赢了，谁赢了去拿凳子啊？咩楼都有，有。有散螺，有啲白螺仔，有木螺仔。什么？爱放风。系啊。放下啲油啊。唔好放油啊。我呢度我问你买唔